三元元年公孙元，即魏国贵族后裔，人称陆阳。时逢秦孝公高前，魏王复行，并展开了一系列变法活动。因秦孝公赐予他当地，后人称三元。本纪是根据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创作而成。 秦国流行的最辉煌的时期。
心有灵犀，心有灵犀，在林中之时，万般的力量难以抉择。爱是一种爱恋，力量既是巨人的性感等待者，进入朝中，自有朝代的王权，放弃心灵。为什么？神是所有，导致四方的有形之气，进不来，日日进步。 一场残绝人寰的壮烈，一代强秦也随之消亡。如今，是中国三百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战国称霸。 魏王傲慢无礼，以及十日不接见我秦国纳贡特使觐见，这分明是欺我秦国，辱我国君。古人言：“君主从死，今君上受辱，臣等还有何颜面立功于世呢？”老臣无能，无心思，一切尽丧。你们都死了，我就不会被人羞辱了吧？ 如果你们真的忠于本王，那就应当与我一起力尽天职，重振我秦国三百年前的功，天罢地乱！王主先前木工，用武当阳皮，后来用枪来进俗武之术，有位将军简直是个老头。 有些失望的问他：“年纪大约七十，朝臣也老了，而且老了。”先举木工之手，我算他金竹飞毛，国之猛兽，那是老了点。 但是让他坐稳朝政，那年轻的，是，不，我为何留下这个职位？还是说，说对你们年轻来说，我们现在这种人还有希望，是吧？ 两人是白衣吧？你不是不用想，我的头发，我的手，我的手，这回在这个地方，在上，算了，就这样。魏大人，你又给老人斗嘴了。哎，对，这回是他削弱我的。我错了。 都是你的错，我的错。大爷，你干啥？我为什么吃药啊？不吃药，病怎么能好呢？哼，我都七十多岁了，我的病自己知道。你要是没病，那你就走。都是人啊，什么病都没有，我自己全都知道。 我要喝了吧。啊，这药真苦啊！
子。是我不注意吗？是吗？没事。真的是没事吧？我自己能办的事情，这两只眼睛喝什么？如果我要活出他们的创造，这不是我第一次有机会面对真相。不要因为他的话就不敢说。他人死了，冰冰，知道嫁了。又拿这些东西来糊弄我，今天是进步啊！分明在羞辱我美国，羞辱本王。为什么羞辱？我从国三年逃走，实在拿不出正经孝敬大王，还请大王见谅。什么投降？再过一年，你们秦国已经接下了1500万两白银。大王是仁义之君，天下无人不服。孝敬大王，以宽大为怀。你的手上穿的什么东西？这是我干祖父发出的。你和老师呢？不是我听说，可容得你说话。老臣又来迟了，请君上恕罪。三国情急，不是何人？哦，刚才未明是大理之丑子。这是老臣的一个弟子，老臣心情不便。这等下人怎敢上殿呢？他不懂规矩还可以，相国不会不懂规矩吧？这个。就算老臣的一根拐棍儿吧。三国很弱弱。大王，把你供的那些烂头的烂草拿回去，让你们吃吗？自己吃吧。那些粗麻破布，留着给你们秦国的公主做嫁妆吧。不想挑战你的气焰，不想反抗。好了，你说什么？大王，中国民不聊生，各国利益，这才是重要贡献吧？重要贡献吧？大王，何不辩解啊？刘臣以为伐秦的事情到了，吴王何尝不想伐秦？只是目前国库尚显空虚，军力尚显不足，中外军都是魏国的重担。你们有什么办法呀？陛下，既然国库尚显空虚，依臣之见，伐秦之事应从长计议。君上此言极是，
若未经木盖的经历，确实不足以爬行的。局长，全国可以遭灾，可是我们国家我此时不发行，那是无可奈何。你继续欺我，你是为了自己欺欺我，还是去欺负你？陈哥，你好，秦国敢不敢一击？如今有连连高山，更是贫弱，这乃是天意。若此时不发行，以我为之一。陛下，小臣自有发行的依据。请听说，陛下，不要啊！不起，啊不！请天下陛万岁！此乃朝廷义政，陛下，机会难得，公告秦国正义中人，此日可望。我无名前辈，要赶快退下。至少，受此骆驼兵很大，要到秦国有前可攻之时，那攻城大动，这就是我们魏国了。你叫小臣魏冠。陛下，臣闻秦国太子妃乃花容月貌，倾国倾城。若是君上以索要太子妃比战，若是孝公不肯相从，那我魏军便可以以此为名出兵秦国。只是我目前国力不足，谈何容易？陛下圣明，连年征战，国库亏空，权从何来？前年伐商之时，大人身为监军，克扣军粮，以略充庸，举起一笑，以谋利白银40万元。何有此事？你血口喷人！陛下，您现在万寿宫已施工3年，每年耗费白银200万元，若将这些银两用来伐秦，早已绰绰有余。主公，你诽谤君法，一见朝臣，罪该万端。陛下，我等为君上征战沙场，出生入死，如今倒都成了贪赃枉法之徒，请君上立即处置这大胆狂徒。陛下，魏王虽然出言不逊，但此次定夺也不无道理。陛下，魏王妖言惑众，扰乱朝纲，狂妄至极啊！祝小臣吉言，请君上明鉴。哎，先生。陛下，魏王确有出言不逊，但于直言禁止。从今来，忠言逆耳，利于秦国。待回府去，严加管教。遵旨。元王，哎呀，这场战闹，我是有点不值得的。哎呀，这些人，我这场战，元王。你那位曾在大量高山阔垦的南客，可方解决？不不，他撰写的伐秦论，吴王已看过，
所以我独到不周。我的所言是何方的意思？啊，他是魏国李阳明公孙鞅。公孔仪不像两次都是留在了魏国，所以也叫魏国。魏国自然是有意思。但奔王朝路艰深刻苦，南方大国自然是起魏使人不是进取，左右逢源，而且是命不死的样子。三国之意是说使人可用，至少不是千战万险天经地义。要是死海无前，何用目的呢？你不知道比如说秦国有一架子连城的宝贝，为何隐瞒不报？不知霸王所以不容我啊，为人灵机。大王，那可是我国的太子夫人，我与女子帝王三年共饮，本王已经做到仁至义尽。大王不用再说了，人未央进殿，人未央进殿。臣命人叩见君上，吾王命你明日启程，随同秦国使者。你叫什么呢？夏臣锦坚。随同锦坚前去秦国，速将秦国美女迎击到位。真是，那个王后太子殿下还在被游死啊！你听，是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这个我就要帮你好了。王主今天累了，再把父王的婚事明办，可是喜上加喜了。我们现在这陈水灯怎么看得这么低呢？那是汉殿在行宫内埋的呢。等一下，我把这孔雀灯拿走。是吗？不必如此挑剔，我觉得这就挺好的。那怎么行啊？我就你这么一个侄女，什么东西都要挑最粗的。锦灯啊，今天还要几日才能回来？回王后来了，我估摸着有这次的脸是吧？走，看看你新房子。好了，五娃，你把时间抓紧啊！是，快快快，看到没有？再高点。传锦天进殿。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怎么样？我
为啥又让你受委屈呢？其实你不说我也清楚，见人家不明，你不拿这张文件，还是你心里啊，归谁受辱无所谓。是啊，你也不必过于自责啊。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你和董华的婚事由我做主，也该办了。快回去准备准备吧。嗯，局长，局长，为师有辱，今命罪该万死。魏王一时间蛮横无理，封锁太子魏云君前去礼斗。你说什么？魏王不能未经分辨，便命群臣魏延一同前来逮人？你答应了，正当事情，魏军哪敢做主啊？可是，实在是轮不得我。哎呀，拉出去！杀！追上！追上！陛下，容微臣细说，魏王真的这么无礼吗？微臣哪敢隐瞒呢？魏王名为左右云姬，实为羞辱我国，挑起事端，为攻我秦国制造口实啊！有太子妃主权，自古以来闻所未闻。今天犹如使命，拖出去斩了！上就上来，这官押下来，待查明再办。谢谢吧，你遇到他也不值得。仅仅是今日啊，你纷纷拖延下去，就会越积越多。前朝国君都像你这样勤政的话，就不会有今天了。我自己的儿媳妇都保不住，还有什么脸面依附前朝国君？勤政难保，这不能只靠你一个人啊。朝中不是有文武大臣吗？都是世袭贵族、王公子弟，只知享受安逸，那怎么办？现在只有忍辱负重，拖延时间，再想办法。您自己不知道吧？四儿不懂事。云姬又闹得要死要活，他们就这么一个儿媳妇，又怀了孩子，那可是你们赢家的骨血。你别说，我的女儿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跟我们国家太远了，打不过人家就得拼命于人家。你别着急，身上现在是在火头上，等他冷静下来，我这就绝对赦免你。你要好好保重，我这就去送他。
来和一共已经三日，回国国境真不少见。这个系列是我国小是弱天哪，你那位老金想一米万次十点一通过的时间跟我再次禀报。另有一事，我想请教公孙大金大人被囚禁，是不是和林基出嫁有关？回国还不至于外婚吧？三位太多疑了，金大人今日早朝还和我见面了。这个至于云姬，他金枝玉叶，体弱多病，身体欠安，实在是经不起路途颠簸呀，还望大人见谅。体弱多病，怕是公孙大人的托辞，身体欠安倒是属实。还请你转告丁善，五日之内本官带云姬赶路。本官告辞了。陆大人。身为一国国君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吾王披荆斩棘，我是从我是老弟，比我还要拼一拼，难道想不出办法？想什么办法？马上做。父王，母后，可怜可怜孩儿。我死也不去为国。父王，母后，大王，宁愿做牛做马伺候你们，也不去为国。天子，大儿腹中婴儿的分量，救救我吧！可怜可怜我吧！父王，母后，这可是林家的骨血，他反而死也不嫁。这可是秦国的血脉，嫁就孙儿吧，孙儿死也不去为国。父王，母后。这事儿不是，我说这太子真闷得慌，这小两口过得好好的，这也不然，好容易偷着没黄金，这怎么好像杀头？哎，酒来了，二位慢用，真不错。来来来，喝。啥？哎，来了。二位还有什么吩咐？你们猜怎么着？没有啊。你说的吧。是的。大爷。哟，我是赵爷啊，这怎么了？哟，天啊，小爷空心闯进宫里的赵爷，你小心点！大哥，我最近胡子啊，何地发生大祸了？
我正有好酒。不过这个丝绸啊，它要属无纹丝绸，光滑柔软，不轻有浮云啊，色如彩虹，薄的如蝉翼呀。要说啊，还是你们做生意好，不像我们这些做下的，天上开心才会饿，街上生气才难过。就说那个抢劫，您也是个火坑，他得帮你跳啊！其实谁都知道，这不怪他呀。你跟姐姐可是同乡啊？我能干什么？一个卖丝绸的商人，不过钱我倒是有一些。哎，我倒是想出一个办法。哎，说说听听吧。哎，这不好啊！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我就是想听听你的主意。这个云集是不是一定要嫁到魏国君？啊，就是啊。如果说我们在路上，我就急了。哎，这什么话呀？魏王怎么着人？两国不好得交账啊。你听我把话说完了。行，这吉人呢，必须在魏国去。我有个兄弟，正好在魏国落草为寇，会使由他出面劫下云姬，然后再偷偷的把云姬送回晋国。还是不行啊！我那个心里并没有见过云姬，要是劫错了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哎，真好办呐！云姬鼻子旁边有颗黑痣，是鹅蛋脸。哦。哎，这种意思可是有杀头的呀。这个蛋花在画里边，幸好有点认真。啊，对了，在这个地方有一颗黑痣，这个稍等，稍高一点。对对。是这样，你画的真像啊！刘国司主一定下这口气线，强迫我们五天之内交出云姬。微臣以为，魏王斩首云姬，是借此制造事端，进攻我秦国才是目的。各位，这是万朝重臣，此战之和，请各位直言。交出云姬，不仅使我国蒙受奇耻大辱，还定会遭到各诸侯国的耻笑。百年战争才能联合，陛下，请即刻发兵十万，要成为王孙唯一负担。三年前，不就是你主张同魏国作战吗？河西之役，损兵八万，冷城之师五座，如今。又再战，请问你能战胜狂剑吗？你打明白了，又让本王多了多少座城池？据上主言提醒，敌强我弱，战必败，在朝必亡，不能借忍辱负重。受越王勾践，莫欺长短，不出几年，必有中兴先祖卧孤的霸业，数省之间，只会空乏。殿下，楚国危难当头，你却让本王忍辱负重，效仿勾践。只怕到那时候，本王早已变成魏国的阶下囚了。主上，微臣有一计，既能保住云姬，又能使魏国无发兵攻打我国的借口。讲，主上不妨在宫内选一美貌宫女，顶替云姬嫁往魏国，暂缓一下这危机。不行，嫁人就是嫁人，一举一动都会露出破绽。
万一被魏王识破，必毁老夫之功。住口！都是一群脓包软蛋，贪生怕死之徒。父王若是不肯发兵，还让手下去跟先斩魏国来时，再去遇到魏王老子拼命。大胆！你这毛孩子如此狂妄！给我绑了！拿枪！拿着！这位师傅的救人之道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就够头疼的，别再打我了，就是。邻居啊，好歹我吃一口，就是不顾自己，也要为病人孩子想想。林子呀，是和尚的决定，还可以商量啊。我刚才还见了太子，他说你不用嫁给魏王了，他有办法。你们都在骗太子，你对父王不了解吧？你跟陛下说了吗？那件事，为了你，为了云姬，我对不起。什么事？那我知道，你本是蔡国公主，九渊国破家亡，作为投奔君下的姑妈，若不是他们收留，我早就饿死街头了。我决心一臂，踏到云姬，前往魏国。嗯，魏王，这绝对不是。可是，我这也是不得已呀。魏王，你不能这样。看到云姬那样，魏王无动于衷了。但我今天的机会很多，你不能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他吧？这是不为自己想。那应该为我想一想。我走之后，金王就会放你出来。不要了，放我出来还有什么意思？这一切恐怕都是命中注定的。今生今世，但我恐怕无缘了。
Thank you.